阿哲。今日介绍嘅就系《嬉王杂志》嘅六月号。系啊，六月号咁啊，阿妹妹咧已经咧将我个赠品咧系咁搣紧出嚟啦。就系咩嚟噶呢个赠品？宇宙战队合体。咁多种色嘅，点解？咩合体啊？正，我个 D.S. 嗰个机械人啊。系啊。边可以砌到咁多噶？真系噶？送咩啊？哇！边个识砌啊？我唔识砌啊，大佬。我咪要个超合金咪得咯？使乜？使乜唔止啊？我哋有超合金啦。超合金嘅，嗰个胶嚟。唔系超合金，我哋有 D.S. 啦，好难砌噶。好啦，咁啊，六月号咧，大家楼系啦，六月号介绍咧就系、是、都系宇宙战队啦。咁啊，我哋上个礼拜登咗个太阳月亮咧，终于出场啦。咁啊，同埋咧特别咧，今年嘅玩具特首战队嘅系，今年嘅玩具展出现啦，有入场券200张。上年我哋都去过玩具展啦，特首战队系啦。咁啊，我而家睇一睇先啦。咁啊，宇宙战队就讲咩啊？大集合蛇夫座。呢个咩嚟噶？咩啊？呢个咪特首战队个 friend 咯。系咯？点解特首战队会同佢 crossover 嘅？唔知咯。特首战队应该同嗰个警察战队、快盗战队 crossover 噶嘛？点会变咗特首战队噶？宇宙关特首咩事啊？唔知咯，但系会出场喎，系咪啊？系咯。出场。出场。咁啊？你呢个做咩啊？呢个做咩啊？宇宙警察司令啊，妒忌高加，系啦，咁啊，条龙啦，天龙司令啦，跟住就啊，又讲佢哋一齐两名红战士首次见面，已发挥出一非一般嘅默契啊，或者我哋会见到佢两个出现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上次介绍啦，系咪听日啊？唔知系咪听日啦。太阳月亮啦，呢个系听日再听日，唔系宇宙红战士月亮形态啦，听日太阳形态啦。咁我哋咧上个礼拜就介绍咗呢个星座啦，大家可以睇一睇呢条 link 啦。系啦，我哋玩过呢个星座噶啦。咁啊，呢个咧就猎户号航海日记日志，做咩烂咗咧？系咯。边个阵亡喎？站普阵亡，站普死咗。站普有个问号喎，唔知真定假喎。边个问号？下一集就话复活喎。边个复活啊？唔知咪站普啦。哦，呢个王天呢个咪咩嚟噶？唔系呢个凤凰啊？唔系魔法战队嚟噶咩？咩啊？唔系魔法战队，凤凰啊！宇宙战队嗰个凤凰啊！啊！呢个就系我哋有嗰个啦。咩啊？呢个都冇。呢个啊。系咯。天龙司令啊。呢个都有。系啦。呢个有。S A。S A 仲做紧嘅。系啊。S A 就讲呢个终极啦。系咯 ，S A 仲做紧。系咯。好搞笑。终极啦。终极啦。终极。Y 打 K 啦，终极嘅咯。终极终极。终极叫 Hyper。Hyper Crystal Spreading， 你讲唔知啊？啊，天才画家，天才就系咧《编年史》游戏咧，我哋冇呢条腰带喎，《编年史》。编年史系啦，系咪纪念唔知咩周年？系啦，咁啊，同呢个无敌游戏咧，做咩啊？打交，永梦咧，竟然咧与自己融合。系啦，跟住咧呢个系咩啊？诶，我哋嗰个盒喎，成功收集全数卡带后，把他们带回 CR 保存喎。系点解得佢系紫色嘅？系咯，其他全部黑色喎。系咯。啊，跟住就。我知啦。Puzzle 啦，系咪 Puzzle 啊？系咯 ，Puzzle。唔系 friend 嚟嘅咩？好啦，而家终于讲无敌卡带啦。无敌卡带。呢个玩具啦。系咯。无敌卡带。同埋阿 Bave 嗰个绝 Bave 嘅 level 100。哇，咁超神。Lucky， 咦 ？Lucky 出到第100期噶啦，原来已经。君牙。咦系 ，Lucky 咪而家咪君牙连载咯。
係咯。我哋冇買喎。係啊，我哋冇買。我都唔識睇字。一百周年，我諗下去到，即係出咗幾耐啊？而家仲有咩啊？仲係我。仲係我。咩個大電影嚟嘅喎？呢個。係咯。爸爸。哇！拉卡拉卡。呢個咧 ，Zero。黑暗。黑暗 Zero。係。黑暗。呢個咧，光輝 Zero。有一個輝字。呢個係咪好人嚟嘅呢個？梗係啦，有個光字。哇！又黐實咗喎。咩啊？哇！今期啲釘裝真係。又好大。要壞手錶啦。呢個咧就四格漫畫啦。四格漫畫。離可。離可啦。因為我。升了設計大賽，我們有沒有畫到？沒有啊。為什麼我們沒有畫的？你為什麼不畫？想不到啊。那這些呢就是 SA 有啦。那別人都登了出來了。幼兒誰是冠軍啊？我看誰是冠軍先。冠軍是不是這個鄧拉拉？鄧拉拉。貓升了喎。貓升了。哇。那麼這些佳作交通燈喎。好啦，如果大家想睇邊個贏，就自己買本雜誌睇啦。係。好啦，咁就 SA 啦。SA。呢個無敵遊戲呢個秘密檔案啊，有曬佢嘅雪招。咁啊，都係最新嘅食玩啦。係。呢個係咩啊？電單車、鯊魚，同埋咩啊？蜘蛛。蜘蛛嚟喎。好啦，咁啊出咗新一批嘅假面之世界嘅頭啦。有標的汽水啦 ，W 啦 ，O 啦，依個五味噶咯喎，係啊，出到五啦。咁啊，仲有快道同警察戰隊嗰啲車仔啦，咁同埋呢啲創動嗰啲標啦，哇，同埋有小精靈，係咯，呢個係扭蛋嚟嘅，扭蛋出咗呢只龍蓉岩喎，空白係咩啊？俾你自己填嘅玫瑰，玫瑰直升機我哋有啦。咁啊，又有比加超啦，又新谷草葉，谷草葉小鋸鵝，小鋸鵝火球鼠，緊鬼，緊鬼我最中意。係啦，咁啊，好啦，會有套戲就係《侏羅紀公園》啦，就講《侏羅紀世界》啊。啊，《侏羅紀世界》，你睇唔睇啊？唔睇，好驚嘅。宇宙戰隊呢個超合體啊，就係教你呢個。哇！做咩啊？咁多窿嘅喂，全部俾妹妹拆曬出嚟啦。咁啊，哇！點樣整啊？有排整喎，真係我唔整啊，你整啦。九年王身體、大腿、頭部、左腳、右腳、右手，整到天光，跟住就可以完成變咗咁樣啦。哇！咁呢個咧可以連數字喎，連一，我都估到係邊個啦？邊個啊？隱藏。嘅形態，形態啊！我形態咯。啊？你都未聯，你點知啊？我聯咗就知啦。好啦，跟住，哇！呢個好難，呢個好難遊喎，呢個。係。咁幼啲線。遊呢個啦。破解。咦？未學？咦？又有呢個 figure？ 唔係咯？咦？呢個係咩嚟㗎？呢個。數碼暴龍 apps 啊！咦？不容錯過第四屆香港玩具展喎，幾時開始？6月15日至到17日，香港會展中心，30元張飛咁貴嘅。好啦，咁到時會有爆旋陀螺嘅比賽啦，校際比賽，會有 Tommy 卡啲火車軌啦、巴士啦、懷舊玩具啦。咦，君牙？君牙試玩會喎，新世代嘅遊戲君牙會降臨會場喎，我哋帶我哋君牙去比賽。我第一次帶了那個藍色那個之前的 Hero 補購我們都有了，最重要就有一些卡的比賽啦，我們今天都去了。接著這個又是絲毫血，這個是誰來的？太大河漫什麼來的？這
這個呢就藍宇宙天藍戰士的僆仔是吧？是，不是，我想答啊，我想答啊。好啦，開始啦。開始。在學校旅行時，你會傾向於第一就是和平日不太相熟的同學交流，與知己一起探索四周，肯定二啦。我是三的喎。邊度三啫？依度咪三咯。同熟的同學交流咩？你會？二啦。如果要選一個地方定居，你會去邊度？第一海邊的小屋，第二就是清幽的山莊。海邊的小屋。三啦。在發現朋友感到不開心的時候，你會？第一就是即是 Q5 啦，靜靜地聽他的訴求。Q4帶他去玩玩樂，忘記煩惱。四。好啦，四啦。在聽見反對意見時，你會第 Q5 就是希望盡力爭取認同。Q7 就是先聽見意見，再決定是否改變。五。逐格嚟喎你，超人貝利亞話。馬上大叫，喂！如果在商店裡發現小偷有人偷嘢，你會如何反應？就話第一就係話大叫有小偷，你一定唔會啦。我哋會。跟住靜靜機話俾店員聽，由店員去處理。八。仲未玩完啊？係啦，最近有套大熱電影上映，你打算等待出 DVD 嘅時候先買，去戲院睇。即係如果有套，晚上去，即係戲院睇定睇 DVD 啊？梗係去戲院睇啦。戲院睇就 Q6 啦。Q6。又翻翻 Q6。Q。面對朋友遲到，你會知咩叫遲到啊？嗯。無論如何都非常生氣。如果佢解釋得合理，就會原諒佢啦。你一定會揀原諒啦。係咯。A。話 A 你就阿 Ken 神哥就係超人思瑤啊。好嘢！你的個性咧就無畏無懼，願意為朋友赴湯蹈火，擁有足以服眾的領導才能，非常適合做隊長。好嘢！嘟做隊長。你依個係咩啊？你擅長收拾和整理咩？你梗係唔擅長啦。係咯。好，藍色博士係咪博士啊？天龍司令。司令。寶扣。我哋有冇抽中咗啊？冇記。我哋冇啊。好，七月咯，七月仲有 SA， 誒 SA 同宇宙戰隊嘅大電影喎。係咯。跟住會送咩咧？超人捷德嘅變身套裝，哇！即係送你嗰、那個。係咯。我個變身器啊。跟住呢個咩㗎？呢個咪鳳凰嗰個咯。好啦。大抽獎，咦？不如抽呢個啦，咪咯，好啊，叫媽咪抽呢個。天龍變身，呢個咧，疾驅軍艦玩具喎。喂，咩嚟噶？白色喎。白色喎，我想要喎。陀螺咧有冇啊？陀螺冇呢個類型。啊，快啲叫媽咪寄啦呢個。買兩個啦，抽兩個。係啦，最後。最後。就係有本唔知咩書啦，叫做《電玩救世篇》。係啦，咁今集六月咧，嘣一聲睇完啦。你砌唔砌呢堆嘢啊？我砌。係啦，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看啦，拜拜。